挑战年100厘米大球的第七天。其实吧，真正粘球球我只用了三天的时间，因为这周我和大叔都在搬家。但是赶脚这个球球成长的还挺快的，量一下，26厘米。据我的经验，超过30厘米就会越来越慢了。想要粘大球，胶带得管够。今天到了一大箱的胶带，先来开个箱吧。饭哥肉宝可能以为这里是他们的零食。有宝子说想看渐变色的大球，这个胶带这回够用了。你们居然说我们有哆啦 A 梦的贴纸胶带，怎么可能，这不就有了吗？哇哦，蓝胖子好可爱，蜡笔小新和皮卡丘也是萌萌的，还有美少女、海贼王、柯南也都配齐。你们说克莱因蓝色好看，不同的尺寸这回都有了，翡翠绿和火龙果色当然也少不了，还有黑白银。这俩别看很普通，人家可是带有星空和雪花的。这里还有你们喜欢的珠光胶带，从窄到宽的三种规格都有啦，还有彩色的糖果色。这回粘彩虹球我就不信还做不成功。有宝贝问我一共有多少胶带，除了这里和这里，路上还有一大箱，等我全部整理好了再给你们看吧。那今天来说说这箱胶带你们最喜欢哪个颜色呀？